中及出色重要的作品。让我们以掌声欢迎他们的演出。
精湛的演出啊！上半场最后一个节目是由肖小提琴梁静、欧玉哲以及钢琴周恩瑜演出波兰音乐家莫兹可夫斯基的曲目《给肖小提琴和钢琴的组曲》，作品71号第一乐章。乐曲中透过钢琴与小提琴的对话，让曲子层次多元，音色饱满流畅。请以掌声欢迎他们精湛的演出。
10分钟。